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起手礼诸佛，起法比丘僧，起眼毗尼法，领正法久住，善护一口言，自尽其自意，身莫着诸恶，此三业道尽。能得如是行，此大仙人道。诸树众相品，我看了众相以事例来说明。我们看了出力体如是为，以本宗和他力列出种种相。我们上面已经看了，现在接下来呢是生其力的九种人。生其力九种人是威仪，容易理解，在这里就没有列相，这里是列五种，生其五种。第一种是愚之人，心同身乖。心同，因为他愚达身，把欲传到身，可是他自己身体没有前来，这么就不足数。身体九人，是一亿劫，但是五人，就是从一亿人和下面这一段文呢，有五种。出于欲中，心虽同法，身不现前。所谓心同法，是以欲把欲传到身中，就心同法。身不现前，就众相众取相同，众做法必须相要一致，这样才做同法。那么不现前就是相不同了，所以以欲人呢不足数，因为他以欲的不能前来。第二叫隔障人，所谓隔障，有通复处隔障和陆地隔障。复处就是有覆盖的地方，中间隔开，那就无法共同秉法。如果陆地隔开也是一样，说明相不统一。超文说，为同战俘而别隔者，不成同相。所以上面一个是讲的是复战处，那下一句是讲陆地隔处。记文呢，隔障中二，所谓二就是这抄文一段分成两句，初曰复障，复障处，这有复有障的地方，那么加隔，这而别隔者不成同相。或下或言陆地而隔者，也就是陆地而言，分成两种。以文中只云隔战，故通二事。当时他点出第一是一人，第二种呢是隔战，理应解释说通浮处和陆处两处，这是一个。因为后面古解当中说这个注意啊，然后后面才会讲到受益是非里面有讲到这一点。古人呢有一些地方啊说生其的五种人，愚人是除外，那么下面这四种当中就具足五种人，
我再重复一遍哈。受欲是非篇后面有引古解，讲到呢，说升起的五种人，以一人不在数，是属于一家的一种，也就是我们上面科判那里隔战分成两人，半幅两人和陆地一人，这么合起来正好是五人，有人这样解释。南山说不是，是这个升起所谓的五人呢、啊、就是羽翼人、隔藏人，隔藏人是算一种，半幅当中有两种，陆地一种，是五种啊。所以我们稍加注意，往后呢讲到受益是非，就会回想起这一段文哈。下面科判讲说半幅二人，半幅就是抄文前面那一句分成两句，就是到那一杠那里啊有两句，半幅中间站是一人，生少不及是一人。那么这两句圆满的说，半幅半路中间隔障，应该是这样子，半幅半路中间隔障。那下一句是半幅半路生少不及，故此科判只是说半幅，它一半覆盖一半没有覆盖，叫半路，中间隔开，这是一种。那么第二种呢，半幅半路生手不相及，因为它一半是路的了，陆地应该是生手相及，可是它生手不相及，就是两人。那下面解释下一句有解释出人相，为半身檐下半身阶下，就在屋檐，就房子待不下去，在屋檐底下做法。那一半人呢是在台阶，台阶之属于浮出露出，露出了，他没有浮啊，半檐上面是有浮，是这样，就是所以半浮半露呢，中间失格，就是第一种，第一就是抄文的第一句的半壶中间隔，那个圆满的说半壶半路中间隔站，就是这个。或壶无站身手不及，那是解释第二种人相，后者就是身手不及，所谓呢也是半壶半路身手不及。或壶无站，就或者没有站，没有站，但是身手不及。中间那个上一句说有隔开有障了，不成，不从同一项。那下一句说没有障，可是伸手不及，太远了，做法不成的，并非同住之相。下一句是总结上面，既闻半壶中何事二人，就这里有两种人，以相虽两别，耶处同故，所以它合在一起，这是酸叠，耶相两别，哪两别呢？一个是中间障，一个是身手不及，但是它都是在半幅半路，是耶处是同，都是半幅半路，一个是隔开，一个是伸手不及，这就是双标。问一下，下面就解释这两句，上面这两句有点合适，上两句是处同，上面两句讲说处是一样的，半幅半身檐下半身阶下，意思说这触所是一样，一个是隔开，一个是伸手不及，这样了解吧？有没有搞清楚？没搞清楚啊？啊？写都不用写了吧？啊？啊？
半扶半路写不来啊，半扶半路中间隔，那叫小学生啊，啊是不是半子啊？中间隔，或者叫站，隔站，半湖半路，怎么样？伸手不及，这两种人。比如说我们一个房子啊，这个屋檐出来了，这个、屋檐有这么一段屋檐，那么做法房子待不出待不下去，就门在这里啊，底下这个台阶，一半人在这个屋檐站在这个屋檐这里，比如说有个澡篮呢，一半人站在这里屋檐遮住了，一半人站在外面，所以说半身屋檐，半身台阶，半身阶下或者台阶以下，中间隔开，台阶这里隔开了，这里了解吧？隔开。那么或者或户无站，那第二种说没有站，可是这里的人跟这里的人呢，伸手不相及嘛，就这么两句。那个祭文，半湖中何事两人？所以说这里就讲刀是半湖，他说是不是错相同？处同，他讲说处是相同的，都是这样，一种是隔开，一个是伸手不及，只是这两种情况。啊，以下虽两别，也处同故。两别哪两别？一个隔，一个伸手不相及。那不就两种吗？两别啊，处不是相同吗？都是站在同一个地方，有两种情况，这样了解吧？半扶半路，可是要是没有台阶隔开呢？半扶半路，你为什么要设出种种呢？这是申请有这五种人，你不要再加进去，加进去不是这里所要讲，哈。那么下面所要讲，你说没有隔没有扶的，那就是属于陆地伸手不及。下一句啊，就是第五种人，言陆地伸手不及者，此言象显。这一句话很了明显的嘛。户处不虚，什么叫户处不虚？不虚伸手相及，所以说路处必须要伸手相及才成竹树，这里伸手不相及反显不竹树，户处反而不需要伸手相及，这陆地家法呢必须相接，就是说比丘与比丘之间是相连相接，不管多少人，不是说做结魔人一定跟每一个人都相接，那就乱了，五百人你想每个人都相接，怎么接法？比坐比修相接，我在这里做节目，底下一个都相连着，那就对了。所以说陆地家法，所谓家法就是做节目必须要相连，说戒节目等思并在身一行之内，令身手相及。怎么会不会理解说说戒师和结魔师跟每一个人都要伸手相及，并在身，就是以身相及，做结魔人在这里底下伸手不相及，那就以身不相及，令身在身一旬之内，一旬多少？八尺，必须八尺，我四尺你四尺，大概是这样。所为之人虽非素现，亦悉向内。这里就是说说戒师或者结魔师是能禀法，做结魔的是能禀法，那么有忏罪的或者是受戒的人呢，他虽然不是身素，可是也要在相之内，
所谓以要相连之内，这样了解啊。我们看记文呢、啊、陆地中初记叠名，就是把这个五种人名叠出来，叫为什么叫叠名呢？因为上面总列每一他中有多少多少人，那现在重新解释叫叠名。此亚是相，此言相显，为此言之指上面所叠相显言前无滥啊，觉之简复。他是讲露处，我就说非常明显，以浮处有别。夫下对浮似尘，对浮似尘，因为它露所以必须相接，如果是浮处呢就不需要，就是似尘。说下别简，立己说叫做别简，恐为愚人惜而二师所为并不惜，以为说二师不需要，其他身必须要相伸手相及，所以在简别说戒师或者是结魔师都要在一行之内，以身相连才可以。这一行内不过八尺，就一行之内呢它不能超过八尺，这样才容许相连接。这是升起的无人，这是第一例。完了，第一例所谓的是什么？第一例名字叫什么？体是四维，体是可是以是有为，它不足数。虽然是体是啊，他这些人也都对，嗯，只是说以言隔开啦、站啦、伸手不及啊，这做法都属于不成。他搭的都是比丘体是，可是原不原有为。第二种，也就是第二例，体净俱灰，体和净俱灰，就体也不是比丘，但是做法的一些禁言乃至人呢都不如法，那么都是属于不足数。这由具二非假言不足，这两者都具足，即使假借外面的种种言还是不能算足数。所谓二非，即使指的体净体和净两者都灰，就是第二例那个标题。问净以言何异呢？净和言有什么区别呢？答说：净为人之美恶。这个净讲的是人到底是这个相具足不具足，体具不具足，这是美恶。言指是三业拐合，拐合才点出来。言和净是假言，即使三业来讲，那都不成不足数。你说大家都知道非法的体不净的。四分中呢有二十二人，是本中若为比丘做结魔，如果为比丘做结魔，以就是说跟能做法的跟能做法的啦，为比丘做结魔的话，那么以其他人来足数，有底下二十二种人来足数，这里说都不成足。以比丘尼足数，斯他尼、沙弥、沙弥尼，这是四种。十三难人，下面有四种了，十三难加上十三难就十七了。啊，被三举人。多少了？二十了。灭病应灭病二十二人，这样就数我们知道了。我说你不可以呢，你是报别，你报不同。沙弥为计戒，四叉和沙弥尼兼二义，哪二义？报别又畏惧，因为他是你重兼二义。十三难人体灰，他根本就不得戒，十三当人。三举法格，三举被身所举，他不能去秉法做法，所以说法格。二灭是体坏，
两种灭病，硬灭病就已经灭病，已经做法灭病了；硬灭病还没做法，身已经知道它体坏了，就是硬灭病这两种。下面是疑出问，问患边坠等十八人，患边坠等十八人，就是十三难啊、三局和灭病，应灭病一共有十八人，就上面四人减除，你等四人减除十八人，即你等，这个应该是等字，泥中那个是等字，即你等四人为自言故不足，为体不足呢，就是说他自己讲不讲出来以后是不足啊，本身他体不足，这问意思了解哈。是宜说出牒前问，有多一说故绝止，泥中四人那个中字改成等字，几人已经交代了。上面不，我们不是说如果不说的话不是可以算体足吗？那不是算是这个相可以做法，所以有人问了、啊、那他们到底是说算不足啊，还是不说本身就不足呢？下面解答说有多种情况，也就是说不能一概而言，说解者有多图，所谓多图就是看他的体啊，体界体净慧不需他知，戒体本身就是不足不清净的，不需他知。自言如果自己讲出来的话，那一定是不足，体不清净，自己讲肯定是不足的。那还有一种呢，必须自己知道，他人也知道，就是说两句两者都具足的话也是不足，这样讲听懂吗？别人也知道，他自己也知道了，那就肯定不足了。那么不带二句从一也是不足，不是不需要自知他知，如果有一种被人知道，按道理这体本身是不足的，同意是吧？他体是不足的。那如果说别人不讲，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呢，理应是足，意思是这样的，他本身体是不足的，你要去体会呀。那么这里所取的呢是他知不足，自言自己讲，如果他不知的话足不足？还是足的。这里是讲的说他人已经知道他体坏了，那是取一种就不足。那么他自己讲出来别人也不知道，或者他讲了人家听不懂，他讲了别人不知道，那也算是足，所以说解者多图。今言此等体迹非身，此等上面所列二十二种人啊，体迹非身，你看他体是非身吧，不算比丘大身，若身同之故不足数，必不知者成足啊，这种已经鉴别出来了，不知就成足了。如语义中语义下面还会提到，就是说受益的人知不知道也以来判这个题，就是其实两者是相连的。不同前门中，不同前门是指的体如四维，不同前门呢体如四维，就是说如睡着啦，那实取不知为足，那这个地方取不知为足。那么前面是讲说你体虽然是已是有为，你睡着入定那都算不足啊，这不同前门。知已不知俱不足数，你睡着了管你知不知道你都算不足数，跟前门不同。故不持戒和善中四句料简，前三句由不知故得戒，这知道啊，后面句文都有。第四句由知从此人受戒不得戒，那就是说算不足了，
所以故不足述，所以文中及时送病安若言等，就是一讲安上如果言的话就是所以不足。下面这里呢先标骨，我标骨都解释有多图，不懂得解释法，那是三凡了就没有列出来。有执体者呢，都下面是难破，它的体式啊，有不同的说法。今下是正解，出正义。若知即当此力，就是这一力当中，这一力是体尽俱灰，这一力不知自属后门。按道理说这是不属于这一门所讲，这个地方所讲的说很清楚明显，大家都知道他体不足，静也不足，体不静，那大家都知道也不是这一门所要讲。这一门讲说都知道他是完全是非法的啊。如果是说不知的话，应该是属于呢体非原事后门第三门啊，自属后门是属第三力，明白吧？体会原事，如下如语义当中啊之类的下篇呢，就以义是非篇当中啊，受义仪自言我是十三难等，由自成故非是生用，所以他以义不成呢，这个地方说应该立正说也是不足数，自言了，所以说互相引起这两者是一样。若不自言相中同顺，正此不知成足，按道理说不知也是成足的，也一一样。不同下，不同前门讲啊，三是遮减，前是圆乖此取圆如，圆乖体式而圆乖了，就是四维嘛，叫圆乖。这个地方所取的呢是圆如，他不知道这圆如，故下是引力，就是受戒和尚那一记，又从那么下面是记文列出来，又从破戒和尚受戒后生疑问佛，后生疑的问佛说可不可以啊，佛为觉知，生疑有事，所以成四句。第一问汝知和尚破戒否，他答说不知。再问汝知和尚破戒否，答知，知道了。复问说你从他那里受戒是不可以的，你这种情况你知道吗，他说不知道。佛说得戒，第一个说根本不知道和尚破戒，第二是知道破戒，不知道从他那里受戒该不该，他不知道这种情况还是得戒。三问汝知破戒和尚否，他说知。复问汝知不和从彼受否，他说知。他说我知道不应该从他里受啊，那他说又问汝知从此人受不得戒否，不知，我不应该从那里受，但是得戒不得戒不知道，等于分成三种情况了，这样是不是啊？第四问如善三句，就是说你知道和破戒和尚吗，破戒了，你这我知道，等于说知道破戒，你知道不应该从他那里受戒，他说我不知道，也知道，但说你知不知道从他那里受戒不得戒，他说知道，那完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并答知，佛言不得戒，是吧？三句有一句不知道，都得戒，应该尤其第三句两句都知道了，你知道不知道从他那里受戒不得戒，他说不知道得戒，故不足数，以此事例成经义。所以说这你看四分，他完全是以心来圆的，以心取法，不是从相，看见没有？所以从以心言那个相，所以说师父很注重受戒体以心相缘缘这个法。你看三戒得戒立足啊，后戒不得，所以立不足，应该是这样来判。所以下呢，所下文中与实中弯言字若言取证，文中即指的是张伯健度里面比不足中前后两出卢善等人，就上面这些人四分所列的二十二人呢、别众中一出，别众当中一出，并因若知若自言犯边污泥等，就是十三难人呢，是送的文件第三例，就是说
引证来讲，如果是自己讲的话，理应是不足。下面呢，破骨忘节忘失，昔人以体不合故不足，因为他体不合不清净，所以就不属于不足。即将破戒和善在十人之外，他说那破戒和善应该在十人以外，所以说是非正解，南山直接点出来。何则？若不知犯，则不得这用他不以四分至十人身，因为是至十人身，和善在十人身之中，所以不能用他不。若知他犯结魔，这不得迭啊！你知道他犯，你不得迭。以实之非比丘故，你知道他根本就不是比丘，所以说你受戒的时候不能迭某甲和善。破骨当中记文引笔解，有指体故，因为讲那个体清净不清净的，即为受戒四季所防，来详细的解释。彼不知得戒，就正在以数以外，他都不知戒，不知道，那应该十人以外啊，这知破，所以知破则非正解啊。而下呢是双难。所谓酸难，何不知何不知犯啊？若不知犯，这不这用他不啊？是说应该是用当中，不能用十人以外。善耶不知难啊，乖中，就是不知来难乖中。下文呢，知耶知难乖法，既然是难的话，就是不应该叠进去。五十期五分十诵升期呢，和善在外，四分限定，所以是十人当中，和善在十人当中，中国十人受戒，这是点出来。好，下面十诵一人，十诵本来有十一人，你这个地方等于说又加了一人进去，加一白衣亦不露宿。所以这里讲说家者呢，本中无异，本中没有这一十诵这一白衣这一种啊，所以说只是加进去，就是加的。只准彼文真诚经述，所以呢彼文加起来一共是23人，本来上面是22人呢，那加这么一种呢，应该是23人。上明生下面是随难事，也就是说，有人提出来，或者是诵有这么一种文，那有人就讲说，所以这个白衣不足数。那么是南山怎么个看法呢？白衣足不足？足不足？他看情况，是不是这样？你们说一概说足白衣这足数，那白衣他这里讲说白衣有两种，是不是这样？白衣有两种，本具有颜俗服。哎呀，这个东西可小了。这是一种白衣有言或者有难的情况下啊，就是本具本来受过祭戒有难言的情况下着俗服。那比如他，我们你们负担机不得有没有看，就是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，他不是讲当时灭僧了，有些出家人就穿俗服避难的缘故，就穿俗服，这只是这种情况。还有一种呢，本受不得，本受不得的
一。那么这个呢是不足，所以释奉后面我们这段文后面讲说，必须要戒内静问有没有是比丘的，吉川俗福也简易问一下子，如果有的话恐怕都会有别众之过，那么这种就看情况了。因为说古来的解释说，凡是这个白衣呀、都是什么样的白衣，古诗怎么解释这个白衣，是原先那个本具有难的白衣啊，还是本受不得白衣？那我们看看啊，你们不敢断定，我也不敢断定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我们看啊，上面都是讲说身相的问题啊，上面讲身相，并形同出家，相有烂故。上面所讲的是这样，因为相里面恐怕有烂，要剪一下子，得供法事。必着俗服，相形明了，亦无同法之意。这就是说，我过去或者有人这样讲，有人讲说，那么大家都是形象跟出家人一样的话呢，那这里面恐怕相当中有烂呢、要鉴别一下，或者比丘尼啦、沙弥啊，那么或者比丘当中有其他的种种缘呢，那么要鉴别一下。没什么问题，得供法师。如果穿完全穿俗服的话呢，比如说这个相和形都非常明了啊，就不能同法了。南山不是完全同意这种说法，是不是这样？你这样虽然是这样说的，可是我可以引文来讲。他说十颂里面讲啊，十颂说白衣为本受戒不得者。这个地方所讲的白衣是说本来受戒不得，是未欲戒的，我去受我说受的不成戒，这是说所以白衣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样，不能同法，他完全是白衣，本受不得，不能同法。那么呢，亦有受后难言悉着俗服者，这样呢应该同法。那就分成两种情况了，不能一概而论了。有本是身，有本他原来是身，他有体啊，对不对？原来穿那个俗服不等于说他戒体就失去了，或者是就算舍戒了，他无心舍，他有难缘的情况下才这样干的。既知做法之时，必须呢穷问戒内俗人之中颇有承受具戒不舍者否，受戒戒他没有做法舍，也没有用心去舍的这种情况下有没有？要答无者，方无别众。你看这好麻烦啊，俗人问问说，那净人沙弥，你说你们有没有受过戒毒戒啊，问一下，这样才没有，就是非常谨慎来处理。那么下面这一段呢，基文我们看一下啊，初科通事，通事通事说有人这样讲啊，上面是讲说出家相当中里面有烂，鉴别一下，那么可以同法事。如果完全穿俗服的话呢，那就不能同法了。那么这就是说前23种呢并应行烂同法，所以要鉴别一下。那古人就这样讲说，白衣所讲的是说本即本受具言，就是言就是有难呐、悉着俗服者，所以这里要点出来这一段。本来说那个说白衣不入僧数，那也就是说原来没有受戒就戒的白衣当然不入僧数了。但是南山那些说或者以四份本宗来讲，那不一定，要看情况呢。戒内如果有的话要问一下，是这样。那下面十颂解释十颂，十颂白衣为本受记也点出来说，正是业书里面说此以边等何意从来，就是本受是持着本受不得的，跟那个边罪呀 有所不同。那前13难有过障戒，13难人呢是有过，他障戒不得了。那么这个叫本受不得呢，是指着好白衣五八十句
虽病静心呢，不妨加法。他说这个后受法是可以啊。那么十三难它完全是属于障戒的，不能受。那么这是好白衣，他连受不得的话呢，不妨再加法。说参差不成乃本名，或者说有其他的缘，他受不成戒的话呢，他还是以白衣为名。意下凡古意，凡古意啊，他说把这一段文录列出来呢，那就说古意就知道了。有受言以后着疏忽的一同法，本因为是身呢，所以点出来。古人说，所谓这个白衣是指的是本受，本受那个疏忽的，只是这样讲啊。他因为他有乖的情况下，对这古人的解释不同。古人讲说本着疏忽啊，点出来，那这里也是点出来啊。今不同之，不以威仪定身体，不能以威仪来定身体。内具借鉴才法隐身，也就是说借鉴利益都相同，同以身，是外窥道相为言易得。外面道相就是道相不具足，威仪不具足啊，那就穿着俗服了，为言易得，因为有难的情况下也得。一直下因是形象，就是说在做法的时候，因为穷问界内以俗人当中有无，说明说这个白衣是有两种啊。这是十颂。那么还有三举人，为不见举，不忏举，恶见不舍，给作举广如声往，这大纲篇当中有讲。那么下面记文说，比丘犯罪既言不见，叫做不见举，他自己犯罪，人家举他说你是犯戒，他说我不知道啊，或者不肯忏悔，或说淫欲不占道法，他都列出所谓的三举的相是什么。不见是季节犯罪季节，见忏的不肯忏悔，然后呢下面是所谓恶见，就邪见，说欲不障道。此三并白四法，以白四结魔法呢，己气重外，折服他，如物无用，所以名为三举，举起来不都闲处身外了。那下季只管行至止见，指的中往身往当中有讲。这呢也就是属于不足数，被身所举啊。三下面讲是灭病。所谓灭病，就是为放纵的人才是灭病。自身中举，自身中白事除气，这是治罪的一种方法。散三长去，散三指的是三举人长之气以外，举起来了，后解房族啊，他被如果说他信顺啦，他见罪啦，忏悔啦，肯忏悔，那邪见舍了，那么身解掉，做结膜解掉，还是足数。此即勇气不复本境，所谓灭病，他犯众永远气一种外，那一种叫应灭病，一犯众疑己来自身，因由难起未得加法。他本源是这样，因为要跟他做忏悔，可是难言来他不能忏，不能犯他，可是他应该是灭病的，是从治罪的过程来讲。故律名为入波罗夷中说，他是属于已经是波罗夷的了。若虽放纵身未委之，大家都不很详细的知道，而别人内知未被纠举，这是一种情况。或不自言，身不知犯众，众内一人知者，这非申诉，就是有一人知道都不生申诉，应入灭兵当中，这种人也是不足数的。应灭病当中，我们看记文的应，就是当灭病的意思，当要给他灭病，也是说将要灭病的意思。罪何当病而未病，所以初夜加法未成来解释，因为本来要跟他举到身中来啊，可是有难言起了。波利医生说就是出篇，由未加病无可明招，他还没加病，已经加病那就叫做灭病了，还没变病怎么不知道
叫什么名呢？叫应灭病啊，一则无本明招。且即出篇犯法设之，所以它是属于出篇的，应该名为是不罗夷松所设。故云陆也，陆也是禅然等同此说，同此怎么说？所以说他是，所以就还没忏，还录这种，或者叫应忏，啊，应忏，他是应灭病或者应忏。若下次曰：二商人之而未举，二商人就别人之，这里要点出别人是二商人之。那下面因为有一个一人之啊，所以就简别别人呢是二商人之，未举来解释。或下曰：一人独之不举来解释。以人类当中一种来知道了。病下呢，下面是讲病入灭病中，结罪结业都更出为非公显。所以说他讲说有这么一句话，为非他所做的非法的事情非常明显，无力遮制，就是说所谓无力遮制，他是凶王强横，凶王强横，有没有这句话？凶王强横这种人你怎么办？你治我，我就揍你，那怎么办？就这种人，你都没办法。他本来应该举出去，看见不？黑的律里面什么都包括了，当时比丘难治难调的都有。啊，或者还说难调比丘怎么办呢？摩尔兵之，谁也别理他，谁要跟他讲话就划水来折服那个人，是吧？那过去也有强狠的比丘啊，你不说活在世都没有，但是有些是确实是这种情况，有一些是视线而已了。你看无力强制呢，或许说相法末法以后有这种事情呢，也是叫做应灭病。你虽然治不了他，他也应该是应灭病。你看唱者要举在身中，他不服啊，对不对？他不服罪，你像法律一样，是有一些人他你跟他判中法庭这中级的法庭，这个判罪判完了，他不服，上诉。那么上诉呢，还夺回原判，还是他还不服，那就有没有办法治他？你不能说你不服了，是上诉一驳回，他还上诉，最高人民法院，你还是不行，还是夺回原判。那这种人你判不判他？照样判呢。你确凿了嘛？证据确凿的情况下，他自己也承认干过这样的事情。那现在要法庭要判你这样的罪，他都不服，判死刑我不干了。那怎么办？他有法律根据，所以你不得不服。所以这种人呢，虽然是他因为他为非公显，是吧？你这句话不能念说更出非公显啊，为更出为非公显，你就读不清楚了，是不是？为非公显，你所做非法事非常的清楚，大家都知道，可是没办法治他的情况下呢，也叫应灭病。所以知者为三更不滥，大家都知道，很清楚，见闻已。所以毕业知者亦显此门不足之意。所以这里讲说这是体净即灰嘛，都知道而言的，无一人知者，那就属于后门所设了，是不是？什么后门所设？体非原事啊。所以说无一人知，那么下面门学讲的，他是其实是很烂的乱七八糟的比丘，可是没有人知道他是干坏事，那这种情况下成住，那属于后面说的。这一个是说他体也坏了，大家也都知道了，所以叫做体净皆灰。好，第三，体虽灰身拖延成用，所谓拖延就不知道的情况下，前门中人就是23种人，前门不是列出23种人吗？有前门中人，
即为自言，就前面所列的那个体境即非那个人呢，就体非啊，没有还没自言以前呢，同生法事并皆成就，这个可以理解哈。前面那些人大家都不知道他被灭病了、应举了，怎么他没讲呢？若虽言尽无人知者，那就我们上面所讲的，虽然自言他人不知的情况下呢，也成身用。他讲了讲了，你说他讲本地话，是不是？我换根本了，你现在讲的什么意思？你不懂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由相中无为，更得半痴。你要下午跟那个信杰师去找那个电视台那个领导，他有时候插两句本地话，他就听不懂。他一般讲普通话，他讲两句。那么这种情况，你还不知道说些什么啊？你不能说他到底是说是啊，还是说非啊？你搞不清楚啊。这样才算半天事。好，这个都比较好懂啊。显象出具世数就是23人，那前门人中就是23种人，乃至加白衣那种人。具下所以上明不言成竹，上面讲过。没讲成主，若下呢众言亦成，即使讲了也成，那就必须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才可以。言本取之，众既不知，这同以不言呢、啊？他说你说了人家不知道，等于白说。我们常常说你这家伙讲了半天人家都不理解，你说了白说，是不是这样？就这意思。如在平说或他处说，人家不知道，说他自己一个人在讲，他也讲了嘛，自言嘛，对不对？自言自语，或者说在别的地方讲，人家不知道。和下面立准呢，这个还是用放界和善这一句话来讲，它有这等于说立中有根据可以准了、啊。放界和善有不知故得成法事，乃是边罪并安若言，都安上若言，就若讲不成。文云当以肉眼知他吃饭，这里要强调一句，你不能用天眼来观察，天眼天耳的话那无所不知，没有什么不知道的，所以说你肉眼来看看，肉眼肉耳来听啊。那么如下面呢，文云记文说七灭中自言自的言起呢，因为有换过佛不送戒，然后目连呢用天眼来观察，把这个犯戒人的一马他牵出去，活喝主都不要这样让他自己讲，不能用天眼来观察。天眼来观察就是你凡夫谁能无过呢？生事就很难办了。那师兄里面讲说，若犯重罪人贼诈比作比丘，那就是贼助人，前面换说是重罪，就换根本了。然后贼作比丘，那是贼助本白衣时破戒人，那就叫做边罪。本来是白衣的时候，或者说五戒啦八戒啦，那破戒白衣怎么会有戒破呢？就五戒八戒，是不是这样？若先言有事过做结魔不成，他我白衣的时候受五戒，我换了这样这样啊，先自言有这样过呢，做结魔不成。而不言者，一切成就。转正当中出具即是应病犯事，犯重罪了嘛，应该灭病了。次句就是贼助诈，贼诈作比丘。本下呢两句，本下的本白衣时破戒人，即是边罪犯边罪的人。就是原来有戒犯根本了，病及余难以及其他的以其他的难缘呢，所以说这里等等等。若先下是经证据，若先下若先自言有时之过错都不成，不言的话一切成就，这有两句来定夺。下面以那个天眼沙婆多部里面讲，若以天眼者不说人恶，以有天眼呢、啊？以有天眼者不说人恶，乃是若听若天眼耳看身敬畏者，人虽无过，但以大小无往不见呢、啊。那就以天眼来看呢，没有什么看不见的。若开说者，这烦乱
事多啊，所以不听说。如果一说的话，那就完了，是不是这样？都没得做生死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说我们现在学历也是这样子，你一定要说啊，那不行了，有一点点不如法。你看现在能够真正比丘来秉劫魔法极少。如果说我们是一概都是说不能做，都不如法，那是这样啊，我们哪有资格来做？你真正按照那些缘那些条件来衡量，也啥也做不成。那啥也做不成，那就怎么办呢？那就是吃饱睡觉，是不是这样？什么都不要做了。你说送戒，我们送戒，那送戒里面不能有犯过的人一起送戒。我们看了，完了，这么多人都不清净，怎么办？离依了，要晚上吃饭，他们都不清净，然后我们不送戒了，送戒我也不去。那完了，送戒都送不成，大家都不去。那其他一群人在那里送戒，那他其他比丘没来呀，他是戒内有比丘在呀，有别众啊，那个当白也做不成，当白不做送戒也不成，那一切都不成。那算了，大家就不要做了，是不是？那就卡在那里了。就这，你从这一句话当中可以说明这种状况。啊，你该做，你的这个身相，因为十分末法。末法能够修行已经是很难的啦，修行现在修行按佛人讲说，修末法人修行真正要起正也是很难的事情，要正果本身就很难，有教无正的人嘛。那有人既修行，我们都应该赞叹啊，欢喜啊，他想修行嘛，你管他修得怎么样，你们说你就装模作样，你修啥？他能够装模作样，我也觉得说了不起啊，是不是？他能够装模作样的眼光比一关心，你明知道他是假的，武汉也是不错的嘛，是不是这样？你们都说他是假的，装什么？像我这个吊儿郎当还是比较真实的，你不能这样讲嘛。他起码说那种像也是蛮好的，所以说还要鼓励人家装模作样，还要装，你不能不装，对不对？好，下面讲的出名立志，就是说不能以天眼来观了，乃至下呢显智的意义是什么？因为人岂能无过呢？所以说这讲什么？不许见闻，闻虽明见呢，闻可立同。这里讲见呢，闻也是一样，大小就是轻重。下面不许说，就是说不听，所以佛不应以他们以天眼来讲。下面来自言，言自言者。为告人淫，我犯淫道之类。所以自言讲怎么讲呢？说我某人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了，这就叫自言了。所以像前面记文讲说，自言者，前虽累淫自言，累淫是上面说累计一直到最后有讲这个自言，那自言到底是什么呢？所以孔人不晓得，试一下言相。一须对告前人，一个是必须要对告前人，二呢必须言意明了，讲的不明了，对方不了解，等于是不成自言。你打妄语也是这样，要言了了，然后怎么样，前人知才判罪啊，打妄语是如是哈。那么其他也是讲出罪啊什么了，也是如是，但是他知方成不足，他知道你刚才讲的是什么，这样成不足，痴心深切，故事啊，唯独不知道的话也就算了。我们不能以怀疑他，见闻疑，观有怀疑，无见无闻，观在那里怀疑，我看这个人有点问题，你不能看的，我看他那相啊，脸色不好看，我看他犯淫，你不能这样来断定，是不是？我看他这个人少脚有点不干净，恐怕他有犯偷东西，不能这样讲。我们古人讲人不可貌相，他有过去的一些习气是什么问题呀？我们都不能说以这样来断定。好，第四例是说耶言有爱，有成不成，就是说体虽犯法得成身事，体虽然犯，到时候某种因缘之下他有成的，某种因缘之下他有不成，所以讲这里讲犯法就是犯罪。试问里面讲说有四种人，就是通常叫做四结魔人，
为四结膜叫合则结膜、病出结膜、医止结膜、遮不知白衣家等四种。那么这四人在生往纲大纲篇当中有解释，什么情况下给他做合则，就是这种人实在是凋亡的很，那僧团当中要给他喝止，你喝止他，你不该这样做，一直在礼教不礼教不改，喝止。病出他有种种过，那么呢，先举出身外。医止他实在啥也不懂，记不得老忘记。那么这种要做结膜的时候，你要终身医止，你一直医止他，医止你要到会为止，做结膜做得了，借本送得了，然后就不要医止。不是说光五年或者十年，他有的是终身医止。那有些在白衣那里所犯的过，引起白衣的反抗，这种情况下呢，这种人你不能去白衣那里，就遮止，不能去白衣家。哎，这样呢，应一切结膜，这四种人他体未坏，所以说应一切结膜，但为身治，所以说不得喝，不得喝，也就是说他是壮实不足的。本宗四人出名立相，这是本宗里面所讲的，身往里面具体会说明他的相是什么。应相呢是成法，应一切结膜就可以成法，所以犯情过呢，灰及重故，这里不能把这个灰字要往下读啊，所犯情过，不能所犯情过灰极重，你这样就读不懂读不通了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所以要以所犯情过非极重，因为他这个不是犯根本，不是非极重，所以说应一切结膜。但下为身所致啊，最少缺，由是犯过白事自罚故，所以叫做少缺。不得喝者，以三四五四中当中有这么一条，三夺三四五四就身作法，你不得喝。你这戒体虽然在，你这个资格已经夺掉了。律中科为得满不得喝，就说科为他有举句来讲，有得满不得喝，有的不满不得喝，这样子，一路下科。这是四结膜。那么后来下面一段呢是。有七人，叫做复常，就复常别注了，放二篇他的忏罪治罪过程。复常或者本日志，本日志知道吧哈？什么叫本日志？行别注期间他又放生产罪了，放生产罪呢，生当然马上那天又重新给他治罪，这是本日志。这个到六句法篇才有讲到啊。六夜就这六夜摩那堕就一洗，他就六天以后就要出罪了。出罪等人等四人，那么六夜跟出罪有什么不同呢？一个他从近远来讲啊，出罪他是将要出罪，六夜是稍微远一点啊，将要出罪。六夜摩那堕，有些是六夜摩那堕完了没有马上出罪，有这种延伸急不起来啊，二十生没有，他等在那里还是可以的，是不是这样？唱六二篇的六夜满了，他可以不白了，但是要等着出罪，那生不够啊，有种种缘的情况下就停在那里。就是说这里出罪就将要出罪是人，其实也是就是三人呢、啊、只是从远近来分别而已。这也就叫做正行或者正行当中的十诵中行复禅进本，他就引着四分是这样讲，那么十诵是这样讲的，行复禅进本日进六夜进合成七人。复禅正在行没完呢，本日自己正在做啊，六夜他正在行六夜，那么完了呢出罪，我说他六月完了以后才出罪，那六月当中或者在正在行当中，那这里十诵所讲的他全部做完了合成七人，不足生产等结膜，那这七种人不能去参加做生产的这个结膜法。不乏呢应于事，其他事他好像可以做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记文列明当中呢，
读唱篇中本中四人但具正行，这个正行这两个字呢，等竹树整授予四位兵还会就是正行两个字哈。本中正行四人就指着这个，等授予四位篇会提到正行，本中正行四人就指的四行唱二篇罪的这四种人。第四人耶稣加上面应该加上一个将字，也就是六叶将除罪等人，他应该加个将字，以下呢比较容易明显呢、啊、那四种呢出人法中不在四满，就是行福唱当中所讲的呢，就是说他这四种人不能够满足数这四种做法忏罪。再讲一遍啊，这一小小字意思说这四种人呢不能满做忏罪，就忏这四种罪的结魔，就这四种人不能自己直接参加这四种做结魔的人。受伤人并业行进，所以四份是讲正行，这里讲是行进，恐为行进妄将充数的行进以后，因为还没出罪呀、啊，他以为说可以充数了，这也点出来。耶稣里面讲的六叶进与将出罪何意呢？那么这两种说，你将出罪和六叶有什么不同啊？六叶进和将出罪有什么不同？答说，律文两位耶远近来判，六叶是。六叶镜呢往出罪还稍远一点，出罪稍近一点，只这样区别。又问以四结魔人何异呢？就这七种跟上面的四结魔人有什么不同？前啖小饭，情过可喝，说他的情过大宋应该喝死他，他不是说做结魔他可以喝，这个意思说大众应该是可喝可喝则等嘛，是竹树收，他应该是竹树的。此犯呢，就这里二篇忏罪的呢，赐以死，快要死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怎么叫赐以死？初篇叫死罪嘛，是不是？弃罪，弃罪就是死，像死罪一样的。二篇呢，他差一点就要犯死罪了，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说他就马上要死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此犯赐死，就是说比初篇稍微轻一点，罪深难拔，所以说不足。怎样区别？不足下是简别，它是少分义，为呢为除唱禅四法，就唱禅四法，就是唱生禅这四种法，复常本日智，那么六叶出罪是不足数，以同放则不合同治，这个很明显。不凡呢，下面是明应法，不凡下明其他的法是可以。那下面呢是此十一人就四结魔和犯常七人，就十一人准书别判呢，乃至金朝前一律出，准书里面判都是依律文本律所出，优同古解，好像这里好像跟古解一样啊。比云有人云啊，那么刚才说古人就讲了，四结魔者众法皆通，生产诸智局二篇忏，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所我们这里所看的是讲说什么呢？就这四忏四种罪的人呢，对吧，不能去参加唱生产的四种结魔，其他的结魔都可以。超文是不是这意思？南山这个严照律师说，这种说法优存古判，古解是这样。那么在书文当中就不是这样了。这个准书别判呢，那么说从书当中就是不是这样判法。这意思明白吗？这里抄是这样，尊古判古解可以。那下面会我们看一下他解释，我们就明白这意思了。四结魔者呢，众法皆通，就其他都可以，唯除呢生产诸智啊，所以说这个举二篇忏悔不可以，是不是这样？就是犯四结魔的
人呢不可以。落座持解下面就反问说，如果是这样解释的话，焉有被呵责者得更治人呢？呵责结魔不可以，那其他做结魔的是可以啦。你他怎么说，他自己被身举的嘛，呵做结魔了，举在那边呢，他已夺三十五世，怎么还可以去跟别人去做治罪呢，更治人呢？换二篇者开于唱主，那他一说四篇就是本篇忏悔不可以，那么其他篇的忏悔做忏悔主是可以咯，是不是啊？换二篇者开于忏主，审阅事情立文不了，立文是不了的意思，一意究定应分二途，应该分成两种情况。所谓两种情况呢，看你是到底是忏罪的还是做其他的善事结魔，要分开的。若同犯同治，理无一家，同犯同治理无一家的可以明白了，同犯了吗？你他也被身同治了，他怎么可以参加去做结魔跟做跟别人治罪呢？领足数，丽颖讲说是结魔人他足数应该是什么呢？拆解等此意图也，就是或者结界啦，做什么啦，被身所拆的一些事情应该是算是足数。若自有犯必无轻过，已有罪人不合解罪啊，说自己有犯了必无轻过，就是没有清净啊，你有过吗？已有罪人当然不合解罪啊，诈可应于非罪结魔，诈可应于加非罪结魔，这是应该可以，这是非就上面所谓一图两图了，一个是讲说做借其他的可以，那么说非罪结魔可以，你被人所治有过的情况下，你又去跟人家去忏过的话，怎么可以呢？这不可以。若作师通始终无妨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准时绝前十一人呢，当引身上明烛，那这小字很重要。一切灭恶放置并不成烛，超存不了用书废止。也就是说超文这里讲说，只是说二篇的你不能参加做二篇的忏悔，是不是这样？其他结魔都可以，超文不这样讲，不妨应疑其他的事情可以啊，不足生产结魔。这里面说下面已经说按照书文来讲，这超文文意不了，也没那么简责出来。那下面这小字说应该按照书文里面所看呢，应该说生善的算是主数，因为他体还在嘛，那么所以灭恶的他也是同家同一起来跟别人忏罪这种事情呢，他不能算主数，是不是这样？问前世后期有何别，有何区别呢？他说既立这别书结无书，书来解说没有两样啊，不妨同归少份不足得为一例，这个不妨总而言之呢，不妨它是属于少份不足，它就灭恶的就不出不足了嘛，是少份不足啊。问四门同别可得文夫，就上面所列的这四门有什么相同有何不同呢？等于说这一段文再总结一下前面四例。答初二两门一向不足，第一例是体式四维不足，对不对？第二例就不用讲了，它都俱非嘛，体净俱非的一向不足。第三呢，相方明足，相方就是那看情况呢，不讲的话就足了，你要讲那就不足了，就相方明足。第四呢，或足不足，那看情况，有足有不足。我们刚才昨天的四结魔人七二篇的唱二篇的七种人啊，或足或不足，唱罪的事情不足，然后身善的事情算是足，
所以说少分。又出后祭戒，出后祭戒，怎么叫出后祭戒呢？第一种不是体式吗？这一种不是也是它有体啊，世界末人也是有体的嘛，就是出后，后就第四祭戒。中二多别，中二有种种差别，你等四人你不能一概说中间都没有戒，不能这样讲。他因为有比丘尼在列在那里，比丘尼不能说他没有戒啊，沙弥他们也有戒，斯沙尼也有戒啊。你等四人有而非类，有戒，但是不同一类，他不是比丘，众别故。边等十三全无，就边罪等十三难的人呢，他完全没有戒了。几灭皆有，你们举灭三局，二灭，二灭怎么皆有啊？它有戒体，有戒体可是坏了，全和坏的问题了。全和坏，三局是有是全，对不对？戒体还在。二灭呢，它是坏了来分别。那举灭皆有，因为它是有戒体，它是和坏和没坏来讲。十三难呢是。完全没有戒体，就别提的意思。那这我这文比较简单啊。那问商力不足，这个商力是指的是地商力不足，应该说地商力不好懂一点。你光说商力，那哪商力不足啊？就说除地商力，它体非言足啊。这个地商力啊，商力不足啊，为种几人呢？地商力讲说，那到底有几种人是不足呢？大。嗯，一二四三力吗？除第三力呀、啊，除第三力，体非言足，总有几人？答：初力三十一人，本宗六人嘛，本宗六人。那么十诵下面呢，一共有二十五人呢。那初力三十一，三十一本中六人，他部和加上其他的呢有二十五人，不是三十一人呢、啊、是不是？那我们看那文，先看那文，他是讲说，初力是三十一人，他一共有龙种加起来，初第三他不是可以足的吗？体非他原是。原氏啊，原氏不是成族了吗？啊，那么就除第三力以外，问三力不足，说这那么其他三力不足，除第应该是这样讲，除第三力以外，其他三力都是讲不足数。那不足数一共合起来有多少人？是不是这样？啊，应该这样讲，是不是？除第三力以外，其他三力的一二。四三力所讲的不足一共有多少人，明白吧？哈，我刚讲糊涂了。那边他叫先立在第一力有三十一人，是不是本宗六人嘛？他部有二十三，一家两人，是不是？十诵不是十一吗？升起九人，前论三人，一家两人，合起来是不是这个三十一人呢？次门二十三人，我们刚才讲的，前面刚讲了二十三人，对不对？次门就是啊，本宗二十二人，那加上呢，十诵一人，白衣那一种，二十三人。第四门呢有十一，十一跟是刚刚看的哪十一？世界魔。唱二篇的七人，十一，总共合起来有六十五人。准下别众呢，邪匪不足。准下别众当中还有个邪匪，也属于不足数，因为他可来可不来，那说明他不足数，也不会别众啊。耶稣更加被说戒作，就说我一不一致啊，
就是说背五分天就是说说戒当中所谓背说戒也是别种，共为二人啊，不细前列说在前面这几种都没有细进去啊，因为邪匪嘛他也不能算是第一例啊，对不对？他意思说哪一例都不好收他，就这样子。那么背坐呢属应该是属于第一例，是不是？背坐说戒，大家这样做他歪一边去了，那是什么？体式四维嘛，这应该是属于第一例。可是这没有讲说业书当中呢应该加上这一种啊，邪匪不足，应该说他无所属，所以说他这讲是共二人不足前例，不足前例就不属第一例了。好，这是竹树啊，竹树纵向篇完了。那么下面是别众，因为跟这有相关，这里讲了竹树，然后呢继续讲别众，这两者有一点连带关系，就是说他有时候是别众有灰竹树啊，有时是竹树，四句话怎么讲来的？他也不一定说完全两者都具足了，不足数他也不别种，那完全坏了嘛，是不是这样？那几句话那我们后面会讲到，他会辨别两者比较，足数跟别种会进行比较。那么什么叫做别种呢？那小字子解释那句话非常明确的解释，同一借助相中有乖，不同生法，故名别种。好记吧？同一借助，你就同一借助相中有乖，同一个借单中相有不同，这当然要秉法来讲了。不秉法，你说那都要一样啊，我们一个人躺着一个人走着，那都别种怎么办呢？晚上有人想，是不是同一借助相中有乖嘛，有人躺下有人走着有人站着了，他必须要做法来讲，同一借当中比丘这里面相有不同，叫做不同生法，所以别种分成两点来讲，就是别种这一个部分呢、啊、分成两种，它属于法副，还没有完全独立一篇，只是在竹树纵向篇当中的一点来分出一点来说明呢。一个是所谓的别相，说别众的相是什么，所以下面以三点来说明别众之相。后来呢讲说成不成别众，哪些人成别众，哪些人不成别众，所以说成名成否。既闻别众法副标列中呢，下面是说在标，为什么标在这里，下面注明一下，前两句是相，同一界住相中有乖，叫做是相，上句名异界非别，同界相中有乖，那就叫别种，如果是不同一界那就无所谓了，我们接到这里，我们今天在这里做法，那其他人外面不来，那就异界它就不别了嘛，没有急没有关系啊。那下句言呢，通商业事宜，下一句所谓的不同生法啊，那么相中有乖，这里讲说相中有乖啊，那就以商业来讲，以四种威仪来判，它必须有一个相，什么来相说明它相中有乖呢？商业急不急啊？那么四威仪有没有一致？后两句是皆名可知，不同生法所以别种，这是注显。然别通能所，就是别种应该是说有通能别和所别的，叫做通能所。那么这个地方主要讲能别的人，能别种，就种在这里，那个人别出去了，那叫做能别啊。那么下之一人乃至一个人与众不同，那都叫做别种。众法心念意志境极啊，众法
做信念法都要晋级，你界内没有你才可以这样做的。若论所别并通多少，所别的众不一定是多少，这就是说那是一个人多的百人千人，那就并通多少。问此以别时何意？我们常说有什么别众时，这当然是别众，然后一个别众时，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初学刚开始学，我说这不都一样吗？啊，好了，别众时我也记住，说相中同一借助相中有怪，所以叫别众时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那是不一样的。别众时跟别众法，这讲的别众时种别众法，法不同，不同法。这个时呢，当中不一样。答：时中能别，他必须局世人；法呢，做法的别众呢，一人都算别众。三人无过啊，那别众时三个人他没有过的。所别同善，同哪善？并通多少啊？所别同善，也就是说，那上面不是吗？若论所别并通多少，有没有看见？就是第一行呢，就十一行那里哈。又时有九言可开，别众时不是有九言可开吗？那后面还有两加两种开，不是？就是九言可开法呢，这个法别众啊，无方便得别的，没有其他方便可别的。你不做法，你不逾越的话，你就是只要是体净不受欲的情况下，那就别造了。所以说无方便得别的，没有，你要观说不来参加的话，那没有这个机会的，乃至做下去啊，这都不可以。时者犯提呢，从犯罪来讲呢，别众时是犯提罪，自重业轻，他判的重罪啊。法为犯极罗，你看见吗？别众的话，法为犯极，这个法就是说做法别众是犯极罗，自轻业重啊，何以见得呢？若一界之内两众各级是破身放中品然，你看这业重不重？问，就是破结魔身呢、啊？问呢、啊？别众之名为能为所呢？这个别众这个名字到底是谁别谁呀、啊？就是这意思，为能为所。答：自过在能，自过的只要在能别的人，啊，从能立号。戒书里面讲说，若取以变呢，应该是众别，就众从做法来讲呢，众别以他，大众把他别开了，不及他，就可以决通，这字能别。这个地方讲说能别的人呢，就是说你不及他了，使他成别众，做法也不成。问何名为别呢？何名为别？别是异义。别就是异德异事，叫做异义啊，异之异。所谓别是异义，体现在三种：一个是三业不同，叫三业异；二呢，四威仪不同，四威仪异；三呢，背相异，相背异，有些相像，有的相背，叫做。背相背义，并如下明，下面会一一的说明。时中但是时不同位啊，这小字当中啊，时中但是时不同位，名呢同名同四别。所以说这个跟这个别众啊，法的别众有所不同啊。我们先看到这里啊。诸佛，如是彼法，闻法同行，爱应法，大众若何？